李总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无讲会当入来，你既然敢走入来，你真是吼。是好还是唔好？你唔多讲一声。Yes, I do。杜莎啦，我是咧问你对迄领婚纱的看法，你到底有啥物意见？你唔多讲，我就想要听的啦。这样是密闭空间，敢讲有发病？不可能啊！哎，李总啊，你想要紧无啊？啊，你到底有啥物意见？你唔得讲。啥物意见呀？我较早拢唔捌，干嘛讲你？你坐做不离阿哥嘴啊？唔是。是比不离阿哥水，搁较不离阿哥水淡薄。哈？李总啊，你是不是发烧啊？算是啊，我拄则去予你的婚纱烧着。你到底是咧讲啥啦？啥物去予我的婚纱烧着？我拜托你，敢会当讲人话啊？你讲的话收深啊，我听拢无啦。你爱我讲人话吗？好啊，我即马开始讲人话啊。你设计的这束婚纱吼，足水，我的心可以感动到啊。伊看起来梦幻，又搁甜蜜，假使爱我给伊分数，我会给伊满分。了解无？满分？你的话拢讲煞，啊无后壁话啊，敢是以上？嗯，是以上。真是啊！你对我的迄评语真正拢讲煞啊，啊无后壁遐足恶毒的话，亲像啊唔过啊。啊唔过，我的话啊未讲煞嘞。等下。准备好啊，你请讲。我要回去上班。你有病哦、喔！休困半工袂安怎啦？安尼搁要上班，你实在是。免你加步啦。开始去注意到迄颗林美金啊，敢是我太过欣赏伊的作品？哼，一定是安尼啊。
我心真正发烧啊！敢真正去予伊可怜的真讲着我发烧啊！李总，你来。李总，请问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？你只要是甲我讲，我想要听看卖啊，你对迄可怜的怎么感觉？李总啊，是毋是米叫我甲你定是对啊？啊，无你哪安尼问啦？你莫紧张，就照你知影讲就好啊。我只是想要加了解伊一下。美金哦，伊这个人可能看起来较歹斗阵啦，啊，讲话齿嘴嘛真歹，啊，不过哦，伊人其实真善良，就是小单纯一挂。啊哦。啊！你最近是不是又有得罪到李总啊？安怎？无啊，无缘无故叫我入去，还要趁你的底。趁都趁啊，谁惊谁啊？我也无做唔到什么代志，是安怎惊伊啊？严格来讲，应该是伊爱惊我，因为我有伊的把柄。阿啥？啊，什么把柄？你无讲来听下者。我无咧讲，甲你讲都唔是把柄啊。